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有冇声啊？欢迎大家收睇今晚节目啊！好 ，Hello，有冇人啊？Over，Over。又系呢个环境啊，又系坐咗喺人哋一间私楼楼下嘅花园仔下面。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就 Hello，Hello，妈咪，你好。Hello，Hello，好，等多啲人入嚟先。今日咧主要个行程咧就系 feed up，就系深水埗一日游，啊唔系夜游深水埗可以话系。其实深水埗夜晚咧都冇咩行啊。头先咧我系喺长沙湾嗰边行过嚟深水埗啊，咁啊途中经过咗好似一两间嘅夹公仔店咯，咁但系都系好静啊，冇乜人。咁啊，睇下陣間有冇興致去玩下啦。咁同埋咧，頭先行過嚟都有地攤見到，係啊，開緊啦，地攤開始陸續擺檔。咁咧，所以就陣間可能睇下地攤啦。咁同埋我都係食嘢咯，係啊。咁啊，係啊，咁啊，收音冇其實收音，咁咪喺呢度，係啊。同埋咧，我今日買咗個，而家用緊呢個咧腳架咧，超級正，69蚊，有埋補光燈，仲有嗰個藍牙遙控，睇下先。仲有呢個藍牙遙控喎，雖然我冇咩特別用途，但係影相有用啊！呢個藍牙遙控，跟住佢仲有眼燈喎，佢有兩盞補光燈添喎。嗰盞補光燈咧係，咦係邊啊？佢有兩盞咯，可以套喺嗰個腳架嗰度。丢开咗嘅，有个补光灯，但系唔知够唔够光咧？有冇光？好似唔系好劲喎啲光。有盏补光灯咯，有两盏咯，有暖光同埋冷光咯，我觉得几好，69蚊超级抵。Hello，系啊，去而家系深水埗，系啊，深水埗。啊，Talon 唔系 Tanny，啊，大家好，今日系咪又准备买垃圾？唔知啊，行下街啫，shopping 下啫，系啊，同埋嚟紧二月中，应该有99%机会咧，就去系啦，就去泰国嘅，咁但系未 confirm 嘅，因为我都未攞 passport，啊，申请咗但系未拎 passport，咁同埋同埋係咯，同埋等陣先係啦。咁咧嗱，一有機會咧，有機會 skip 留言啊，因為我而家手機留言咧，佢依家即係我而家呢部手機睇留言咧有啲快，倒垃圾，倒咩垃圾？Hello，Hello，圓圓，好咁咧同埋今日咧就。大家有冇咩推介？其實我住深水埗咧，我自己呢一年即係我搬去大西北之前就住深水埗嘅，但係咧我係好獨嗰啲人嚟嘅，即係放工啊或者係冇嘢做就留喺屋企嘅，就好少喺深水埗周圍行。所以有啲朋友問我喂，深水埗有咩好嘢食啊？有冇推介啊？我答你唔到，因為我唔係好熟。係啊，地攤有開啊，地攤係啊，跟住係啦，咁所以就我又唔係好熟深水埗，啊，咁大家如果有咩推介啊，深水埗有咩好嘢食啊，就可以去下咯，啊，咁同埋咧，係啊，食辣嗰條片 OK 啊，同埋咧，嚟緊星期五啊，應該如果冇黃標嘅話，星期五如無意外就有一條零碳片啦，係啊，條零碳片就係去全港最多人死嘅泳灘啊海灘石灘，係啊，咁就係咯。希望喺我生日之前衝得上20000訂閱，因為依家就好似爭800人咧，係啊，爭800人就有20000訂閱啦，係啦。好，
Hello， 珊珊 ，Hello， 古太，系啊，我喺我住大西北噶，咁但系我另一个屋企住长沙湾嘛，所以就今日就喺长沙湾呢边，啊，喂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哦 ，OK，OK， 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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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攞窗，你開我。你知呢度係邊度嘅？我濕咗冇底啊！我住開呢度。好，好，二三，係咪又去地攤尋寶啊？係啊，但係諗住周圍行下食下嘢先咯。我想打嘢啫。但係有咩推介啊？呢度？呢食嘢啊？係啊，食嘢。食嘢啊！要去翻過咗嗰邊，到嗰邊先有嘢食。嗰邊有咩食？呢邊冇。呢邊有咩串串供定串串燒嗰個好唔好食？滾串嗰個啊嘛。係。我覺得 OK 咯，又。OK。多唔多人啊？而家其實嗰度唔算多，兩三十。哦，好，唔算多。研究下，好。如果又想食嘢，嗰邊都大。嗰邊嗰啲米線都又係嘛？係啊，即係嗰間咩車仔麵啊？係啊，係啊。我想問嗰間車仔麵點解兩間都係同一個名嘅？係咪假嘅其中一間？即係佢嗰啲潮州粉麵。唔係，有間車仔麵唔知叫乜記，係嘛？三間都係佢㗎。我點解得一間？排長龍㗎嘛。係啊，得一間排長龍，其餘嗰兩間冇人入去嘅。咁我又。唔知，我以為係嗰啲白，即係假嘅添，我以為。三間都係佢噶。哦，好。好啦，唔該曬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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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估唔到，估唔到有觀眾嚟嘅，即係佢住呢度附近，所以咧，我想講咧，喺深水埗唔好做啲唔應該做嘅嘢，好危險。但係如果大家會見到我喺深水埗咧，去咗一啲咧。嗰啲咩嗰啲唐樓啊，上樓梯嗰啲地方咧，我係去咗揼正骨，係啦，大家唔好誤會啊，我係係啦，大家唔好誤會其他嘢，總之我係揼正骨嘅啫，所以深水埗咧唔可以做嘅，做深水埗真係要嚇、啊、小心行事嚇，係啊，今日翻工啊，因為今日工啊今日。今日今日翻九點啊，九點半。做乜戴頭盔？冇戴頭盔啊！泰國要簽證咩？唔知喎，應唔係使簽證 V， 但係我 passport 咩嘛 ？passport 過期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唔係我翻設計啊，翻設計，一個翻兩三日啦，係啊，係啊。翻琴日翻，今日翻咯。聽日唔使翻嘅，聽日。但下星期就要翻四日咯，係啊，因為開始忙，需要翻多日。係咪真係去墨西哥？未知啊，要睇楊導安排。係啊。係啊 ，designer 嚟嘅，係啊。係啊，同埋各位咧，如果係，冇帶鎖匙添，俾唔到大家睇。如果大家係成為新會員啦，或者舊會員都好啦。如果你未攞新嘅鎖匙扣啊，你可以 email 俾我啦，話埋俾我聽你個會員 account 名啦，同埋你想要咩顏色嘅鎖匙扣，有黑色同埋銀色嘅，咁你就揀一個啦。之後我就會平郵寄俾你噶，係啦。咁如果想順豐嘅話咧，都得嘅，但係要順豐自己付運費啦，係啊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咁啊，最好就平郵啦，係啊，我就咁掉落信箱就得啦嘛。我轉數快係，咦？點樣打字噶？啊呢、這個，咦？原來我手機打唔到字。我轉數快係，等下先，94445517。等下先。轉數快。係啊，咁咧同埋咧，之前咧，我咧，咦，等先，等等先，睇留言睇唔到，要喺手機睇，另一個電話睇先得。好。啊，我肥咗咩？其實係因為咧，我而家翻工嗰度咧，
有無限的零食和可樂供應，咁啊冇理由唔使錢嘅嘢唔食噶嘛，咁我就盡情咁樣去到食咯，係啊。翻咩工？我翻設計咯，翻一星期翻三日咯，平面設計，係啊。不過係啦，不過最理想嘅梗係可以 YouTube 揾食啦，係咪先？係，不過而家暫時開始咧，我 YouTube 個頻道都已經有起色啦，即係叫做 cover 到後製嘅開支費用咯，係 cover 到，咁啊都叫做收支等於。但未計我，即係講緊後製費啫，未計我咩啊？即係未計我即係拍片嘅開支啦。不過我覺得唔緊要咯，拍片食嘢同埋唔拍片食嘢都係要食嘢咁樣，所以就冇得計。咁但係係咯，咁啊，但係開始個頻道就 OK 嘅。不過係啦，學 AP 話齋其實就唔係話太樂觀嘅，係咩咧？就係、是我嘅九成嘅收益就係 Super Chat 咯，係一成係個片嘅收益咯，係啊。最近嗰條片雖然幾好 view 啦，有兩萬人睇啦，新嗰條片，去米食米線嗰條片，咁但係嗰條片個到依家都係黃標緊咯，係正常嘅審批咧，一日就審批完，但係嗰日咧，我諗係因為除夕啦，即係31號啊，咁可能啲人放假 mood 啦，就冇審批到，冇人手審批，咁去到依家咧都係仲係等緊嘅，係啊，就係咁咯，即係仲等緊審批，即係等緊人工審批咯，係。我都幾肯定嗰個一定會變翻綠標噶啦，因為成個食辣嘅過程都冇任何裸露成分，粗口又冇乜咁樣，咁我覺得唔會黃標嘅，只不過係我而家 up 任何片咧都黃標，就係咁。Dino 唔好戴呢頂帽啦，點解啊？呢頂帽咁靚，點解啊？仲有冇飲可樂？間唔中一日都有一罐嘅，係啦。有時眼瞓咪兩罐咯，係啊。讀邊間設計學校啊？我讀嗰間係你唔識噶啦，係嗰啲私校嚟噶，執埋添啦已經。多謝 RMC Super Chat， 多謝你。Cecily， 我看一看先。多謝你 RMC。其實你個名點讀啊？其實 ，Almis 係咩 ？Vmis 係咪 Vmis 啊？睇先，係咪叫 Vmis 啊 ？Vmis Dino 變咗樣，越嚟越似盧蜜雪，唔係嘛？唔係阮兆祥咩？唔係㗎，我真係㗎，嚟緊真係減肥，唔係講笑。我而家照鏡睇個肚腩真係好大，真係。但係我想問減肚腩係點樣減咧？點樣減肚腩咧？重慶大拍下條片正，拍多啲香港傳奇地方。重慶大廈 OK 嘅，重慶大廈，但係好可惜就。即係我覺得俾鬼砸啦，咁但係咧，好可惜，即係我好想咧，但係好驚嘅，但係我好想咧係影到靈體咯。即係我記得有一次咧，同 A P 去墳場啦，係直播嚟嘅。之後佢唔知點樣部機一閃，一移過去，之後見到有個白衣嘅，著白色衫嘅人飄過咁樣。哇！呢啲真係可遇不可求。即係如果影到呢啲就真係正，但係始終都。真係呢啲就 band， 即係嗰度叫做咩？睇彩數咯，係啊，即係唔好俾我撞到咯，但係俾我影到就得㗎啦。盡量唔好講咁多鹹濕嘢同埋講粗口，因為好多嘢都有女性觀眾。當然啦，我正人君子嚟㗎嘛，我點會講鹹濕嘢咧？係啊，即係我唔講㗎，我係唔講鹹濕嘢嘅，真嘅係啊，我唔講鹹濕嘢，我唔講粗口。嗱，如果我講粗口，大家提點啊，叫我唔好講，好冇？即係有陣時咧。我哋好驚啊！咁呢個就因為冇辦法啦，因為即係驚嘛。咁但係如果正常咧，我就盡量少啲講粗口咯，係啊。仲有咁好公司咩？仲有咁好公司啊？係啊。等等先。好，
Hello， 出人丁。女是彭丹，彭子丹讲咩啊？唔知系讲咩喎？你说什么？好啊，咁啊，依家就而家几点啊？八半啦，仲等得三分钟先。哇！屌，我见到嗰度人打车轮，点啊？大家系咪唔想黄标都难呢？深水埗无奇不有。哦，佢嗰条仔送条女翻上去，依依不舍，下面打翻个车轮。我行紧过嚟嘅，好惊我，唔知我影佢啊。边度你宝宝叫咩名好？边个宝宝啊？咩宝宝啊？搵 A P， 搵 A P 做咩？搵 A P 做咩？元朗都系好多呢啲。深水埗我见过有人露丁啦，哎，我见过，我有见过，真系见过，系行得好自然噶。佢好似以为自己着咗条裤，即系有阵时真嘅。有阵时我每次出街咧，我都即系有阵时好攰啦，咁啊，即系譬如翻工啦，咁啊都系噶啦，每个香港人都系咁样。即係翻工，跟住之後我即係未上到車都未瞓醒嘅，跟住每一次咧我都係有個心血來潮，驚一驚，即刻望望有冇著褲咁樣啊，因為我怕有陣時真係怕唔記得著褲走出街啊，但係從來都冇試過啦。當然，但每一次都會提心，即係都會嚇一嚇有冇著褲咧今日咁樣咯，啊，跟住我見過有個係冇著，即係冇著下身衫嘅下身褲嘅。跟住之後就行到係好似行 catwalk 咁，即係佢唔係特登 show 出嚟喎，佢好似好正常，以為自己著住褲咁咯。我懷疑佢咪唔記得著咯，應該唔記得咗著。Leo 捉 Dino 浸豬籠點解？係喎，直播畫面，直播畫畫可以宣傳自己，我唔得噶呢啲嘢，我畫畫唔得噶，啊，直播畫畫好悶噶。好，唔怕啦，都冇嘢睇系嘛？坐喺公园擘大个大髀，见过路丁。哦，我见过喺街度行咯，见过。不过深水埗真系乜都有咯，系啊。半幅画画得好靓，多谢你啊，言言。不过我想讲，同大家讲，半幅系我叫咗我另一个做设计嘅朋友帮我整嘅，系啊。我個人咧係好懶嘅，即係任何嘢如果有得可以叫人幫我整，我都當然要俾錢啦。但係可以叫人幫我整咧，我都盡量叫人幫我整咯，係啊，係啊。香港好多奇怪人，係啊，香港係好多噶。好啊，咁啊，而家行啦，好。睇下地攤先啦，呢度行過去係地攤啊，今日喺街吹水啊，係啊，唔係今日係乜都做下咯，行地攤啊，哇，多謝林盾雪白雀，多謝你，跟住今日行下地攤啊，食下嘢啊，如果有公仔咪夾下咯。不過呢度有一間夾公仔嘅，係都幾出名嘅，夾幸運台嘅，即係幸運台夾公仔，但係幾次入去咧，佢都話叫我唔好拍片，咁。我就費事啦，係啦，即係人哋都講到話唔好拍片啊，咁啊，所以就費事入去咯。咁我知有另一間嘅，但係嗰間好在係有職員啊嘛，可以即刻換獎啊嘛，係啊。但係係啊，同埋今日晏晝我已經主動聯絡個場主噶啦，因為好耐兩三年前有聯絡過場主嘅，我喺 IG 揾佢，跟住佢冇應我，我諗係咪轉咗手定係冇睇 IG 咧？我唔知。邊爐你係咪會試新嘢？試下燒鼻寒產品？唔知啊，之前喺
Facebook 嗰啲廣告見到嘅，但係我冇認真撳入去嘅，所以我揾唔翻個廣告，所以就唔知啊，機緣巧合咯。如果有機會試嘅，咪試下咯。我覺得夜晚啲燈係唔會，夜晚啲燈係唔會變，係唔會變，係唔會變綠公仔啊！我覺得，所以唯有咁樣行。我同大家介紹啊，我成日嚟呢度揼骨嘅，係正骨嚟嘅呢間，叫做唔知叫咩名，睇唔到。不過總之係正骨啦，所以大家身都見到我咧，係唔使害怕噶。啊，呢有警車喎。好，繼續行。系咁掉嗰张凳，黐咗手屎。OK。个阿婆好鬼暴力喎，做咩？做乜掉烂张凳咁惨啊？哇！有狗啊，前面。前面有隻狗。只狗唔見咗咧！咩走嚟嘅？是自己同即係自己擺幾隻色啦，俾對家估。唔知大家有冇玩過呢個叫珠玑妙算 ，old school 嘢。
牌嚟。哇！呢、這個係嗰啲皇帝啲玉璽嚟嘅。开咗曝光灯好像没什么分别，是吧？熄了先。喂，今次好像麻麻地，即是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来来都这几档。早前我看到有一档呢是卖一些旧的可乐樽，还有可乐在里面的，跟住第二天就没了。深水埗有黑膠碟啊，但是是鋪頭嚟嘅，咁應該刪咗啦。地攤就係嗰度啊，得嗰幾個位啊。睇下前面有冇？今天是什么啊？平时都好像只有几档而已，这里都有一档。这里有圣母玛利亚，冇啊，冇谂过今日系漫无目的 shopping 日。啊，咁啊，好靓啊！系啊，好靓，好靓。呢个电话多要唔要？呢个咩嚟啊？呢个茶壶，呢个茶壶啊。系呢个茶壶，呢个系啊，茶壶呢样啊，呢度噶。Hello， 早早。冇啊，今日好似，今日好靜喎，今日條街都，今日好靜啊，今日咩日子啊？星期三咯。哇，多謝 Winnie Jong Super Chat， 多謝你。Cecily， 等我整一個波波先。Cecily， 多謝。好。啊。大家知唔知道深水埗嘅？頭先諗住咧，話俾大家聽咧，深水埗見到好多啲粉紅色鋼管啦，之後諗住影一影啲鋼管啦，但啱啱就係見到影咗個男人走咗上去，跟住我都唔好意思，都係行翻出嚟。心屎飽嚇，醫療靚仔有冇興趣啊？收好平噶，好平噶咋？
你呢？似唔似啊？走上去揼正骨啫，咁樣可能係啦，好似我咁啊，係啊。咦？呢條膠似應該冇乜，冇乜。哇！有老鼠啊！屌！有老鼠，哇，好撚大隻，好驚，唔好意思又講到粗口添。哇，喂，條街冇咩行，喂，大家有深水埗有冇啲咩 idea？ 係咪去食個米線先？如果是應該行回後面，行回那裡先，應該是前面才有。現在幾點啊？今天沒什麼行的，今天不是的，有東西吃的，但我不想吃東西，我想減肥，是吧？的神哥，你又知道的，你又知道深水埗嗰啲野料外知？點解你會知噶？為什麼你會知道的？好，咁我而家過對面。啊，老鼠！深水埗咩叫深水埗？不明點解仲要幫襯咁 dirty 啊嘛？我冇幫襯啊，你唔好講到我有幫襯咁啊，大佬，黐線啊！好啊，咁我而家就出睇一間夾公仔考考咯。啊，我嘗試一下走入去睇下會俾人趕走，因為上次咧去到熱血強爪咧。嗰度咧就有個職員走過嚟話：，喂，唔好意思，唔俾拍片。跟住我同佢講：我冇拍片。跟住佢就走咗啦。但我繼續係直播緊，但係佢又冇再出聲。但係佢講咗兩次話唔好拍片咁樣。我冇168，差唔多啦。如果講真正嘅高度嘅話咧，我記得我有記憶以嚟咧，我中學嘅時候。記得是中學中午的時候，因為冇得再高了中午，跟住就是 167.7 咯，係啊。邊度好似靚仔咗啊？我諗係因為戴住口罩咯，係啊。哇！多謝 Christy 嘅 Super Chat， 多謝你 Cecily， 等我幾年呢個波波啊 ，Cecily， 好。有咁高咩？有啊，167.7。不過香港男人正常高度應該係172、173先叫正常咯，係啊。所以我係矮嘅，屬於係係啊。不過我會同人講話有170啦，再加埋隻鞋差唔多170啦。因為在 Facebook 講人隱瞞事實，有些男仔中了咁大劑，好危險喎、啊！唉，深水埗都係黐地，不如狗留低走。我哋去邊好啊？喺佢前面。啊！我記得當年我哋小嘉莉嘅節目裏面講性工作者，定係講叫雞？的神係首當其衝衝上嚟打嚟分享，
佢曾經為一隻唔係一隻，為一位女性嘅妓女咧代入愛河，最後尾當然係無疾而終。唔知的神記唔記得佢嘅故事，但係你打上嚟分享你嘅故事俾我聽，我到依一刻都銘記於心，實在太動聽。加上你嘅演繹，我覺得真係俾個鼓勵。啊，同埋多謝的神同埋超人 Del， 你哋寄咗呢個聖誕 postcard 俾我，多謝你。些些憐憫，些些憐憫。的神中出，應該唔係，應該係的神。冇聽到嗰集聽翻，你可以揾到嘅。你喺我個直播嗰個 list 裡面揾翻咯，但係我自己唔記得邊集啦，太耐啦，係嘛？好，好，我們去。喂，知深水埗咧，仲有邊度有得夾公子啊？啊，除咗深水埗夾公仔，係咪得李血強仔？有冇其他地方啊？係咪好多好多地方都執曬啦？要執都執曬。啊 ，Dixon 會打嚟封煙啊 ！Dixon 打嚟封煙，同大家傾下偈好唔好？有冇興趣？一常虛不虛打幾和封煙啦、啊，如果你又聲吹得誇咧，就可以打幾和啦。我可以聽你哋嘅釘誇啦。啊，如果你陽尾表熱，陽尾演繹呢個性工作者嘅叫床聲，我覺得係可以俾你打上嚟啊。的神，你在這裡嗎？如果你在這裡，就可以打幾和啦。好、哦，在哪里啊？啊，行咁远，入去先。深水埗係咪得呢個地方有夾公仔咧？其實即刻潛上去的神，睇下會有冇職員先。如果有職員，應該入唔到，入唔到去。啊，有職員，扮下嘢先，即刻閃嚟呢邊。睇下先，28分一抽，50分兩抽。哦，夾啲波波咁樣，好似嗰啲推推落咁樣。嗯，兩邊式嘅總和3和7，3或者18，即係圍式啦。特別獎4或者17 GK， 5或者16。哇，正喎，可以試玩喎呢個。其中一邊3粒相同，一刮 A 盤，這個可以試下玩，但有什麼獎呢？有什麼獎啊？那獎，哦，那獎在上面。OK， 這個可以稍後試下玩，等下唱100元玩一下，好嗎？大家怎麼看？大家怎麼看？大家覺得怎麼樣啊？這個怎麼玩呢？3粒色相同加橙色呢，就等於對應智障。
如果對文字症已經出咗咧，就機頂 QP 長敲複合任選其一，任選其二，任選二。OK， 三粒相同於三張相同個個卡，兩粒相同加橙色個個卡一張，兩粒相同乘十二次個個卡一張。哇！這個都不是說不行的，可以試一下，可以。這個是那些彈彈波，欸，不是，這個一彈呢，又應該是三個玩法，看看這個什麼玩法先。是的，這間24小時。這個玩法是四連線一抽，三連線一抽，六面色三中三一抽，十二面色三中三，這個三中三。十二面色三中三，呢個三中三，即係圍色啊？唔知佢講咩啫，呢個唔係好明。呢個波波池，波波池有英文分數。OK， 哦，草分嘅啫呢個。好，咁啊，請100蚊買下，好冇？大家批先啊，請100蚊先。哇！原來呢個腳架可以伸長，哇！屌，可以擺地下添。打下橙情先。喂，新輪子唔得，我哋屌，全部新輪子嚟喎呢啲。好煩，要揸住個腳架咧，又就揸住部機。等陣先，要縮翻只腳架上嚟先。好。買100蚊啦，開心啊！我覺得呢個應該唔難嘅，都係睇彩數啫。直中獎，呢個邊個？頭先我講邊個？係咪呢個？三粒蛇乘五次，好似系呢个。佢呢个系两边总和，两边总和相同，两边总和，两边总和相同，三同十八，啊要咁啱搭正，其中一边三粒相同，哦唔系，呢个好难喎。呢个我以为其中一边添，原来佢系两边一边系五，一边要十六先得，系嘛？睇得唔好，呢個是難難地，呢個係係呢個十二面色三中三三招三抽招三中三，等我研究一下先，點解好難理解嘅？喂，呢個三中三
我试下先啦，俾5蚊，可能一块入云啦。唔得，呢个黑色黑色系咩意思啊？呢个咪维色嚟噶，332，唔明喎。实验面色三中三三抽，唔知讲乜，算啦，下一个。唉，太复杂，唉，玩呢个先，一分一张咁抵。是不是一分一张啊？50蚊喎，惠康惠康现金券喎。如果是分数球可以储分，如果中字母即可以直接换奖。哇，咁正，试下先。啊屌！屌！屌你老味，佢黐捻咗呢个位置，啊屌我讲粗口添，逼我讲粗口佢，唔关我事嘅。算了，睇先，三粒相同嘅，一挂。咁啊，三粒色咩？而家得两粒色啫喎，见到系嘛？我冇睇错啊！三粒相同一卦咩啊？三色哦，三色咦？佢讲咩啊？砸中两粒相同即中奖，一或者50000包抽，二或者六零包一抽一份，三或者四吓讲咩啊？即係兩粒相同，兩粒一或者兩粒五就係咁樣，兩粒二或者六就咁樣，三或者四就聖誕祝福袋，最後清貨，然後一百送。哦，呢啲股貪喎，呢啲水晶嘢嚟喎呢個。喂，點解我好成日都好難理解一個夾公仔咧咁多規則咧？有啲難理解咯，唔係講笑。睇下呢個先。这个怎么玩呢？直中奖，抽数必定，抽数必定必须即时联络同志，否则不计。三粒金色加斜线，三粒相同加连线，三粒相同连线斜线乘二，或者连线直线乘二，横线乘二。OK， 唔理。玩下先，屌你撈埋一齊嘅，屌，嚟一次，玩完100翻屋企啊，哇，爭啲，唉，嚟啊，係唔得噶，呢個係點咧？呢個係。貓加100%對，哇咁漲！要貓我 BB 加400，你400 BB 加100對於隨機100 ，BB 加零等於集上。如果呢個咪 BB 加零咯，唔理照集咗先啦。咦冇得集好個位置，屌！我唔想摘呢个，系咪摘唔到呢个？呢个中咗奖先摘嗰、那个，中手摘嘅嗰个。原来系咁，好，第一次机会佢，系算啦。呢个点玩咧？六中四，哦。六中四一抽，六中五三抽，六中六八抽，三加三，三加三自选一抽，六不同一抽，弹出又一抽 ，OK， 试下，大家先唔好知道讲乜，总之就夹啦，系。
这个是不是三啊？不中啊，真的。六中四，一抽，差一粒啫喎，真的差一粒啫喎。是不是差一粒啊？看看先，真的不中啊。来啊。哇，但是三粒要三加三千同。哎，头先六个完全不同色都得，都是一抽。好，来啊，这个我觉得有机会中。原来都不是说容易机会的。好，剩下一些银两，剩下盘串。哇，斜色喎，打斜咗喎，是但唔理，哇，哎呀，屌，爭少少啊，全以為行地攤係嘛？唔係啊，地攤咧冇咩睇啊，今次嗰啲貨咧渣渣地。都是不中的，原來不是那麼容易的，葉師傅、啊、彈出來，彈出來、哦、彈了出來，彈出來怎樣，彈出來招財馬一抽的，有等先等先，麻煩麻煩，有沒有職員、啊、他沒有職員的，喂喂，冇職員喎、啊，中咗喎、啊，冇職員喎、啊，問下先。哦、啊，我想問，嗰度中咗係啊？哦。呢度啊，睇先，呢个位，嗯，系啦，系咩嚟噶？一翻上一抽，即系再抽一翻上。O K， 一翻上一抽好嘢啊，抽完再抽啊，系边度？哦，呢个自制嘅呢个系。你开紧自制，开拣裸英。我、哦、今日揀呢個，其實係係呢個呢、這個位，誒幾隻啊？有隻，哦唔該唔該，啊 A 隻啊唔該，誒 A 隻有冇啊？誒屌 G 啊 ，G 係咩嚟啊 ？G 係一分，跟住八分先一抽咯。我再嚟八分一抽，總共唔係、哦、總共八分，係可以揀。哦，我揀，哦好。即係而家暫時係一分啊，先生。哦。哦，咁但係個分咧，一分係冇嘅，你自己 WhatsApp 佢，等喺嗰度。O K， 唔緊要，我到時再玩。啲單，喂，單身女台主嚟喎呢個。真定假啊？系咯。咁一定 WhatsApp 佢啊。好，喂，开心啊！玩嘅过程最开心啊嘛，继续玩啊！最紧要咩啊？单身女台子，我原来呢度有睇到，呢度有单身女台子。OK， 唔得啦，咁冇办法啦，一定要玩。好，继续弹出嚟，唔该。哎，唔係影住我喎，應該影前面先啦喎。好，財神人安樂，財神人安樂。OK， 一抽一抽一抽。唉，什麼嘢沒有啦？什麼都沒有啊！好，唔玩呢、這個。
有冇其他？呢个系点睇咧？呢个只要三相同等于 QP 出晒可以一刮。OK， 唔知讲乜，好睇下先。呢个啦，呢个次序二，就中两粒相同，呢个两粒色相同应该唔难咯，试下先。哇、哦，五喎、哦。五是萬巴話係咪啊？但係呢個係聖誕除夕大放鬆喎，一除夕過咗咯。五係咪有萬巴啊？而家加埋係五啊。係咯，應該係啦，冇人兩粒加埋係一噶嘛，冇可能啊，兩粒加埋係咯，冇可能一噶嘛，係咪中咗咧？唔好咁易中啩，係咪真係中咗？喂，其實我唔明咯，係咪中咗啫？但是他那些是他那些盲包应该是那些水晶来的，我觉得是会有灵体在里面的。两粒五啊，哦两粒五有，哦两粒一，哦我知道了，那即是不中啦。 OK， 但是不想玩这部，这部是怎样玩法呢？这部是任队 B任加隊加 B 啊，等於 B 入邊一抽。任加隊加 G 類 GK， 任加隊加抽等於抽。OK， 兩粒相同黃色乘兩次等於一分。兩粒相同黃色乘兩次，三粒相同黃色等於三分。哇！屌，難過數學，大佬呢啲搞唔掂我，真係啊！真係太複雜了。呢個係咩呢？中大哥等於坐定的 bear bear， 400%。大哥二或者十九，大哥細一兩色台，完全好難理解，大家理唔理解到？新年快樂！任何兩粒色相同。加五加十或者五或者十或者二十即可一卦中嘅，如中大哥可呢个中大哥即企咗喺度。中大哥咩啊？咩叫中大哥啊？哦，我知啦，屌粒色有个大字噶，呢边应该有哥字噶。OK， 我试下先啦，仲有$10啫嘛，玩埋佢。你都夹唔到。冇大哥中，佢呢個咧特別獎，三粒白色相同，加九至十二可以中特別獎，三粒白色相同，剩翻$5，玩下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點玩咧？呢、這個又呢個咩嚟嘅？呢、這個等先，玩法一鐵球入洞，一抽黃盤或粉紅盤，玩法二三粒相同一篤 ，OK， 明佢講咩？呢、這個簡單直接。好嚟啦！我屌要对位好难对喎、啊、呢、這个对唔对到？哎对到！呜呜呜！点啊？嗰粒色系算咩玩法？屌、啊！唉算啦，冇晒钱，俾咗 baby 喺度咧，正版嘅呢、這个 baby。仲玩唔玩好啊？仲玩唔玩好？大家点睇？大家点睇？大家？大家点睇？我觉得呢个应该有得玩，呢、這个应该易少少啊，系嘛？呢、這个系大波波双倍字数，二中 up， 中 A， 中 B， 中 C。應該有佢，我見佢嗰啲波波咧，有即係嗰啲 A、B、C 咧，有冇特別高啲？呢個應該唔係話太難玩啊！去咗食嘢未啊？留翻啲錢去食嘢，唔緊要啦。今日係消費日，今日係玩得百萬，好撚窮，算啦，玩得百啦。
小財唔出大財唔入啊嘛，正所謂係咪咁睇？等陣先，我而家要攞緊錢出嚟，等陣先啊！我全部新銀紙嚟嗰啲，等陣先，我而家攞緊錢，唔好意思啊。等陣先，我要擺低個電話先，等等。好，呢個應該可以值得一玩。紅色唔旺，我唔怪知啦。點有冇黃色豆啊？有黃色豆喎呢度，攞個黃色豆先。中嗰啲英文字母係代表抽唔同嘅一番獎。十個二十鋪，呢個應該是最易出貨啦，係嘛？應該，唉，係咪最易出呢個？最易有得抽咯，有得抽。有得抽，但係抽唔到。都係嘅。我想問個女台姐係咪真係單身啊？一男一女，女都係男生冇錯。啊，我真係㗎。點啊？正唔正啊？女喎，係肥胖啊？OK 嘅，真係。OK。哎呀，爭啲有 B 獎。喂。啊屌！哇，屌真係隔離喎，你太好喎，咁啊運氣唔係太好啊！Come on, 哎，屌喺度爭少少嘅 S 係咩啊 ？S 係直出啊 ，shit！ 哦 my god， 好。原來玩埋啲下唔得啊！拜拜啊！頂！喂 ，SSS， 哎呀，屌你喺隔篱啊！冇带消毒水，唔好意思，所以真系唔系好掂。哎，屌！真系有少少难啊，系冇乜运气。哦。对，一分都冇，一分都没有。Oh my god， 夹都夹唔到，唔捻话咁怕冇晒，算。
那我放弃，呢台应该唔旺我。喂，我玩下其他巨星，呢个系点玩咧？四粒黄色，招财猫四粒红色，比如比，四粒绿色，乘二，四粒，哎，试下呢个，哎，摆到揸兜嗰啲唔旺我啦，呢啲，哎，好。喂，屌三粒哈哈笑有冇用？有冇噶？三粒哈哈笑有冇啊？自制盘三十粒抽蛋，四粒四色台有倍数色哦。哦，呢个唔中呢个，哈哈笑四粒就得，争一粒，争一粒。爭一粒，喂，又係三粒，屌！我最後十蚊，唔玩。拜拜。最後一粒五蚊，一塊一圍。喂，中咗！哈哈，小招財貓我有。系啊，四粒咯，系抽嚟嘅，就系直接中啊！终于中咗，最后五蚊。咁你再玩啦、啊？再玩？输到扑街！吓，你今日都冇输啦，你赢咗啦！200蚊啫，使咗。使咗几多啊？200。200蚊中咗招财猫喎。好贵啊！招财猫。700蚊咯。唔系嘛？最少。大定细啊？呢、這个招财猫？细啫喎，大都唔使700蚊。点会啊？大嘅2000几蚊嘅喎。系咩？嗰啲叫大喎、啊。紅色半隻嗰啲叫大，我知有有細係依啲喎。哦，原來係咁，係咪得俾我揀顏色㗎？要溝通下先至喎。可唔可以套現啊？紅色好似好啲喎，400%。系嘛？咁嘅價值其實係貓貴啲。貓貴貴啊！嗯。點解瞓唔到我？真咋？咁有冇？其實出面嚟講，係咪每隻色都唔同價錢啊？係咪金色最貴嘅啫？依家唔。依家咩色貴啲啊？依家貴嘅色都冇。都唔係咁，黑貓都貴嘅，黑貓銀貓都貴。黑貓銀貓。不過如果我派，我就會派只貓2000蚊嚟。邊只啊？邊只先？哦，即係最平價值啊！呢個係。係嗎？唔係，即係個貓魚。哦，貓魚。可以睇貓魚。貓魚都值700蚊，唔係嘛？唔止嗰只。唔止添啊！最少700蚊啊！夜光先係最平，光差點樣上？竟然。少人。好、一定買得出，買得出啊！一定買得出，買幾錢啊？2700蚊咯，賣俾你啊！再賣俾我，幾錢啊？係咪真係咁貴嘅咩？700蚊？係啊，白色喎，唔係。就可以睇下問下直播啲人。直播幾錢啊？有冇留言咯？睇下嘛。大家睇下，大家覺得值幾錢啊？如果你賣700蚊賣俾我，我會要咯。你會要啊？不過你可以問下個現場觀眾。問下現場觀眾。有冇現場觀眾啊？有冇知情人士知道啲值咗幾錢啊？但係貓耳唔係紅耳係貴過貓耳嘅。冇錯，紅耳貴過貓。係咯，紅耳貴啲應該。係。哦。700。大家都係報700蚊咯。但係而家唔係好多比特幣都跌價啦咩？係啊，但係招財貓比較跌得少啲，即係招財貓喺3000+價錢。大我大 Betty 啊，我玩1000啊，我最近俾人呃咗20000蚊，20000幾蚊。喺邊度？喺call 嘅時候，之前唔係有個 IG 叫做。即係你俾1000冇貨攞啊？係啊，你知唔知邊間？好多間。好多間喎。唉，如果網上過數都好危險嘅，聽我
我仲要係咁大額嘅交易，你都我仲要係貴價，我係貴於市價，上年 book 定㗎啦。嗰個咩瑞伊 Baby 1000%，瑞伊紅兩隻，竟然係啊，嗰只唔冇炒價嘅，但係我係好中意我700多蚊八百幾，唔係7000多、8000多買咗兩隻，唔係兩隻係今日萬五蚊。即係你全訂咗啊？全訂萬五蚊，跟住再儲住。但係後屘佢之後我就補訂多一隻1000%熊貓，係熊貓嗰只最近嗰只。係啊係，唔係 C 唔係 call 啊 call 啊。但係你個訂單嘢係冇鋪頭㗎。佢有鋪頭有公司有埋有埋 VR， 但係都做咗數，輸咗出啦，輸出咗，即係間鋪都冇埋啊！唔知去咗邊，去流通啦，打過去冇人聽，冇啦，係咯，唉，人生。你咪想放手啊？系，等我上个 check 先啊，帮啊！你系咪真系接佢先？系啊，你要出嚟咪接咯。阿志明，你可以支持下我头。好。试下打多只出嚟。志明，你有本钱可以玩下。我再 check 价钱先啊，等一阵。猫耳 bear 鼻100%招财马。哇！上網睇嘢，光興1500喎，反而嗱，我買兩隻700蚊啊，700蚊賣咗佢咯，好嘛？大家點睇？我呢啲炒價嚟喎，炒價唔值喎。哦，一塊膠牌咯，一塊膠牌咯，係點解佢企喺度嘅膠牌咯？多色。喂，真係賣咗佢先。喂，係咪要啊？你仲玩噶嘛？係嘛？仲玩咪好咯。係啊。喂，好啊。陶演。之前有部機喎。你部機喺邊啊？我想介紹俾你嘅，23號大普通玩。好。多謝你。有本錢。不過要搶。搶一嚿水先，搶唔到啊！嗰張好似啊，搶唔到噶，新錢嚟啊，唔係後面嗰張可以。多謝，恭喜你。好，今日回本啦，今日又賺添啦，又賺啊！好慘啊嘛，等我影喺個台主幫我宣傳下啊！呢個13號機輸咗俾我，對唔住，大佬。對唔住，贏咗你嗰個100% baby， 對唔住啊！大家支持下17號機，好，繼續。唔係玩多一次，玩下，收咗我貨嗰個哥哥仔嗰部機嘛。喂，大佬，你部機喺邊度啊？大佬，我介紹下，哦，實用色仔咧，咁就可以彈大富翁嘅，係，咁有啲格彩仲話直中有獎嘅，哦，入邊色仔都會有得直中 QP 啊，同埋直中啲大獎咯，咁都有招財貓嘅，出過好多隻。喂，呢個玩大富翁嚟㗎，係啊，要煲㗎喎呢個。都唔係嘅，因為其實隔幾步又已經直中啦，再行幾步又直中 GK 仲有翻上嘅。哦，但係佢有得行一步咩？有1、2、3、4、5都有嘅。哦，即係呢個維色就中獎都係，係嘛？唔係就係中。中就係中大獎咯。哦。係啊，咁佢行其實係比較易出嘅。行。大約20蚊至30蚊可以行一次咯。試下。嗱，100蚊冇曬冇噶啦。多謝支持。好，支持你。這個是不是沒有啊？是沒有啊。好，即是全部綠色了，全部黃色就有了。哦，全綠或者全黃，原來是這樣。好，來啊。是沒有的。來啊，是不是真的30元可以走一次呢？喂，有啊，行4，即是行4個啊？有
中咗咯，直中一卦。中咗，直中啊！牌都话可以中啦。我真系易中，我有。可以刮刮啲咩啊？刮卡，嗰度头顶嗰堆。吓、啊？吓、啊？刮下卡就一定有头顶呢度系。唔系，刮下卡入边包含咗头顶嘅奖品。吓死我！抽一个 A 二啊，比亚迪啊，系咪最贵啊？比亚迪呢只咁多位。我眼见嘅奖尾奖之后最贵咯。好。哇！呢、這个系咪刮啊？系啊。乜都冇啊，系。咁咪集奖一个，转头可以拣份集奖。集奖好。睇嗰啲快乐。好。睇下先。咁你行多五格咧，就直中有 G K 同一番奖啦。哇！直中 G K。系啊。几一番奖咋？即係仲要抽嘅，一定有一盒嘢，一定有一盒嘢、哦，都係背脊嗰啲咯，一定有一盒大大嘅嘢，一定有200蚊左右嘅嘢咯。嚟個五俾我，幾過癮喎呢個又，五啊！即係嗰直中一格嗰格就冇細獎噶啦，一定係有一盒嘢噶。哦，打打佢，打打佢。喂，冇喎，行行三。行行五啊，行行五 ，come on， 嚟啊，行五度，哎屌，哎呢、這个都中中啊，呢、這个都中啊，系啊，呢、這个直中啊嘛，哦，即系而家可以刮多一下再行一步咯，刮多下再行一步啊，系啊，中中就已经有啦，咁啊，哎第二个都系冇嘢嘅，系咪成版都冇嘢噶其实？有出咗幾個啦，有啊有有字喎 F， 有啊 F 啊 K 啊 ，K 係大嘢嚟噶，哦，出咗啦，最快嘅已經，好，開始，全黃色，五，唔係啊，而家四喎，而家，而家係喎四喎，係喎，屌，四。咦？哦，咁样一盒 QP 啊？有一盒 QP 嚟嘅，全绿色有一盒 QP。中 QP 啊，华仔源。或者 QP， 转头拣。你会唔会蚀钱啊？咩啊？呢台。咁要日有输噶，成日都蚀啦。通常输多喎，如果咁打牌。输多派下货咯。咦？呢只系咪头先我卖俾你嗰只啊？系啊。好。嗱，依而家吹咁高价，快啲放晒。可以影下依一格，就系招财包100%啦。哦。已经进出咗四只噶啦。哦。好。转头俾啊 QP 好。咦？而家系一二三四四格都系四格，全绿色。咁全绿色好似丰富啲喎，系嘛？全绿色系丰富啲嘅。好，即系中梗系最丰富啦。系中 ，come on！ 哎，屌，争少少，系咪争少少啊？争少少。争少少。一个色就几个行噶嘛，因为每一个。系。Oh my god！ 嚟啊 ，keep 住四 ，keep 住。喂，咁都唔走，嚟啊！哇、哦，三步，三步系咩油？都系挂架卡话。三步未有直中。有直中。三步嗰格冇直中嘅。哦，少少，唔系啊，唔系一刮咩？你喺格嗰格度中，拆集中中中就有嗰啲哦，中先啦。系啊，中就大咯。哦，即系连刮嗰都冇嘅呢个系。呢个系啊。哦。咁即系要一啦，要行行一先得啦。就是、哇，点解唔系三唔系四噶？头先一唔该，咁啊，一咦唔够啊？行行五，你行下啦。一二三四五步系咩嚟噶？五步都系要可以大奖系出多只 baby 咯。直一如果喺呢格细嘅就一刮咯，大嘅就系直接出多只 baby 咯。哦。即係你其實，譬如你喺依格，你可以唔行噶嘛。你企喺依格，你可以打到中一百分招財包為止先走。哦，咁呢個係咩啊？哦，呢個係我行咗就係大 baby 啊。行咗再中大就係 baby 咯。呢個再中大，即係你中嘅話，就會落咗到大獎。哦，直中企喺嗰格嘅大咯。如果就所以睇你想打咩？如果你想打直中咁，你可以唔行，打到一為止先行。打到一為止。你行唔行咯？但我兜完一個圈都冇意思㗎，係嘛？即係唔會話兜完個圈。經過中起點有一刮咯。哦。啊，咁而家咧，其實咧，公日發咧喺而家唔喐係抵啲嘅。最抵哦。因為中就要行一步㗎嘛，
哦，係喎，中中可以當行一步喎。咁啊係啊，所以我又覺得或者係中咗一都行當行一步，可以選擇唔行添喎。咁你叫我哋好，搞下佢，搞下佢，嚟啊！一唔該，一一啊一啊一啊！屌你二喎，衰格喎。而家係冇直中嘅，係大刮二小小嗰個咩字啊？小咩？小係盲盒。哦，即係而家有盲盒啦。唔係啊，都係。直中嗰啲先係即刻中啊嘛！哦，一行行完咪過呢個直中。行而過直中啊！你而家係想中啲肌肉有翻上啊嘛？咁你梗係揀行行一或者中中先上得落。好，都中中一定行得過嗰個。喂，中啦，嚟啊！啊，仲有15蚊。喂，都係二喎，你咪冇一嘅呢粒色。有一個啦，有一個。嗱，真係好易行，你行，你如果你行曬都行到去過，去到招財貓就差唔多，都行咗十幾步，好易行。好，最後5蚊雞，嚟啊！係冇噶，係我仲有10蚊，等我搶咗10蚊先。多謝支持，搞大佢，有 KP， 我記得好似仲有10蚊喎。最後10蚊啦，唔得就攞 QP 走先啦。邊度搶錢啊？行唔得，得一部機。OK。中中中中中中中，喂，都系行四步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嘅中，唔知好中两个中就得啦，当一步。哎呀，争少少，好点都要中埋佢嘅，等先。好，摆喺度先。嗰啲舊銀紙定新銀紙嚟噶？可以搶。哎，搶100蚊，搶100蚊呢度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嗱，玩埋今次100蚊就唔玩啦。好。冇嘥錢，唔係嘅。今次一定中啊！呢100蚊裏面冇得唔中啊！話你聽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綠色嘅底褲啊 ，OK 唔得唔得。係都有賺嘅。誒唔得嘅，睇先。好的。今次中，今次一定要中 ，Come on， 集氣集氣，集氣集氣，集氣一一一一，啊屌！喂，佢好似唔係好彈喎，大佬。喂，中中中，直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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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 ，Oh my god！ 玩埋100算啦，真係，真係，都係行四步屌，一二三四。先，
我容忍你，送个一俾我嘛。啊屌你三啊！一二三，问号卡系咩嚟噶？机会喎、啊，机会系咩嚟噶？机会系因为收到二啦、回四啦、一八啦、平头三甲啦、直入三六啦、直达太平山。系啊，就依家咧嘅情况咧，一定系打行行一，打打一，或者中中咯。中中咁咧就一定会有自己分享，或者一定系 GK。哦 ，GK 系咩嚟噶 ？GK 都系抽嘅。都是抽的，一番上都是抽的，一番上就是这些了。不是，这个是直中的，有些大盒的一番，大盒一番，或者不是集上的一番上。不会集上。哦，好。好。怎么都会有盒东西拿。好，怎么都要中啊。喂，中中喎，中咗喎，有啊嘛？抽一個，喂，大家中咗啦，呢個，你開，我開。水柱 GK， 水柱 GK， 中興水，喺邊啊？水，如果你快嘅，我先俾你大嘢嚟噶，喂，呢啲可以翻去搭車喎，慳翻先。即刻，仲有隻支，仲有隻，仲有個咩喎？仲有個。仲有個，哇哇幾靚喎！等先，呢個，哦多謝多謝，使唔使影翻張相啊？要。呢個。多謝多謝支持，下週係好熱啦。真係預中。呢只呢只係幾錢啊？琴日呢只？300蚊以上啦。哦，咁係咪仲有隻支誒？仲有隻咩盲盒啊？唔係，仲有個 QP 盒，有得揀啊？有得揀咩？冇啊，冇所謂啊。邊度啊？邊度？哦，你去邊度得？阿師。头顶，头顶，哦呢啲，头顶，哦呢、這个得，呢、這个得，你对而家啲特别嘢都得噶。唔系呢个 OK 啊，呢、這个呢、這个抽送啊，抽送嚟嘅。等下先，最高嗰个咩？鬼灭得唔得？嗰、那个嗰只、哦、鬼啊。喂、哦，你呢度有两台机啊？系啊。哦。系咪？系系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多谢支持，多谢你 ，Sandy，sorry，sorry。好，唔该晒，再见了。多谢支持，拜拜。我而家有石有拎我，而家我银包我使咗200蚊，落有700蚊，使咗400蚊，即系赢咗300蚊，仲有，哇屌，仲有啲 GK， 冇办法啦。哇！冇帶袋啊，冇哇！屌，嚇死我！係啊，哇，不得了！而家好似唔係太好意思咁啊，贏咁多錢，喂，贏咗咁多翻嚟，你等我坐喺度先，等一陣，打翻啲錢先。唔係講笑。冇袋啊，点样拎住啊？好难拎喎。哦，麻烦俾佢，去食嘢啊？点解要呢个 QP？ 冇所谓啊，我觉得靓咯。食嘢有咩好介绍啊？心水饱，谂住翻屋企添，坐喺食嘢啊？好食嘢咯，大家有冇咩推介？而家幾點啊？山嚟啊啲嘢。頭先嗰位單身女士，
单身女子出系就系瞓喺门口啊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考考嘢，买个袋。不用啦，應該冇袋可以有咁大。裝呢個好大盒啊！呢盒 GK， 呢盒 GK 好大盒。我諗 GK 最少都二三百蚊啦，係嘛？最少。哇！唔係講笑喎，呢個值得推介喎，值得傷害啊！呢間啊，唔係呢間，嗰個台主值得傷害。誒唔記得叫咩台主添，唔記得號機啊，唔記得咗添。總之熱血強爪。嘅，哇！屌你老鼠嚇死我！熱血強爪嘅大富翁台，搞大佢啊！多謝 RBC， 多謝你 Sally 你嘅 super chat， 今日十分高興，估唔到著綠色底褲真係有用，不過一切嘅運氣。皆因嗰只招財貓開始，如果唔係贏到只招財貓，小弟都冇一個。如果唔係贏招財貓，小弟都冇一個資金去到繼續玩落去。睇先，問佢攞電話，下次贏到去。呢個我有個長子電話啦，只不過係兩年前有咯，但唔知佢有冇轉過長子。即係你知啦，而家呢啲。好容易會賣盤啊，或者係轉手啊咁樣嘅，咁啊，其實唔使噶啦，直接去就得噶啦。係啊，呢間好出名噶，不過佢有陣時咧，而家冇職員，因為而家啲職員咧係呢兩個台主嚟嘅。咁之前有個職員就即係喺度做嘅職員咧，就唔俾拍攝嘅。之前試過幾次都係，但係其實係可以拍攝嘅。但係唔知點解台，即係我問咗場主係可以啦，咁但係職員就話唔可以咯，溝通上問題可能係。不過熱血強爪係出名，幸運台係多花神咯，可以話係。而家少咗啲花神啦，以前有個，我記得以前咧，大家有睇我嘅片咧，有一台係石鴨仔嘅，石鴨仔嗰台咧係幾特別嘅。吃什麼巧呢？又是吃回那間米線好嗎？之前吃過那間米線也是，但其實麻麻地，但是好像只有那間山那麼夜，其他都應該什麼？多謝，是不是剛才問你中給了 Super Chat？ 多謝你 Sally 問 Sally。我而家兩隻手，一隻手攬住呢個，一隻手攬住呢個，冇手喎、啊。食新芝食咯，好嘛？新芝食咯，搞大佢。而家幾點啊？我想問，閂門未啊？我見冇人嘅，我想問山未啊？未山 ，OK。好攰，睇下咪食先。
擺翻啲錢先，爭啲而家擺翻啲錢，而家左勁多個袋喎，我條衫。我哋陣間食嘢，哇！今日真係都算好運喎，一人夾公仔，係一個人夾公仔都幾好啊，幾好運啊！我懷疑咧，之前我夾唔到公仔咧，係因為啲嘉賓啲運氣唔太好，所以影響咗我嘅發揮啊，應該都係。的神，的神要瞓覺啊！的神，拜拜。我睇下吃什麼先。牛肉會手攪麵。嗯。真的不知道吃什麼好。豬肝酸辣米線，誒唔該，叫個豬肝酸辣米線，誒凍檸茶小冰，唔該。好，我唔知而家仲有幾多電咧，睇下先，都夠電嘅。喂喂，出下水先啦，哇！大家冇咩想問啊？今日以為開頭使咗200蚊乜都冇嘅，諗住都唉冇啊，點知竟然中咗只700蚊嘅100% 俾人哋。我想講一隻400% 都500蚊，都已經可以買到，竟然一隻咁細只嘅俾人哋，要人成7嚿水倒下漲。以前的我就不會買的，以前的我呢就一定哇700蚊咁隻，我又唔係等錢使，我又唔會買的。但係咧經歷過以前我玩夾公仔嗰度，以前有好多嗰啲炒款的嗰啲叫咩海賊王嗰啲公仔咧，全部去到700蚊八嚿水，一個單車佬都要八嚿水，即係個單車嘅 figure， 單車佬即係嗰個叫咩一隻大叫咩海賊王咧，咪係有個叫做咩青提。嗰只咧都要八嚿水，跟住之後一直 keep 住唔放，點知而家跌曬價，200-300蚊有得交易，所以而家趁呢個價錢嘅話係真係唔好留戀，真係要放，好快就係一個泡沫嚟嘅，我覺得係。係。睇下先。看看自己直播先，等等。他是貓耳的，貓耳是什麼意思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是貓耳，但是以我所知，應該熊耳是貴過貓耳的。如果是普通招財貓是200多，是嗎？貓耳是貴一點。其實我冇分嘅，因為我以我所知嘅話係，如果1000%或者係400%咧，
任何嘅啊，招財貓係特別貴嘅。咁但係如果講緊嗰個造型啊，即係譬如熊耳啊、貓耳、兔耳啊呢啲咧，其實熊耳係先係炒得起咯。即係以前啊，因為我都有啲研究以前咩皮，但係依家驚咗啦。依家人即係我知道有啲觀眾會 send 啲咩皮俾我，唔好 send 俾我，我唔會再買啦。俾人呃咗嗰兩萬幾蚊，我唔買啦，有啊。我而家要係咯，依家要努力揾錢，揾翻個兩萬蚊翻嚟。只公仔唔係好特別，只公唔係特別中意，梗係賣咗係套現啦，係嘅都係。如果唔係賣咗佢嘅話，如果唔係賣咗佢，大聲啲。如果唔係賣咗佢嘅話咧，我都唔會玩嗰、那個玩嗰、那個，即係唔會有錢玩嗰、那個咩啊？嗰、那個大富翁咯。二千幾咩？二千幾啊？講咩？二萬幾啊？係啊。唔該。咦？點解佢冇問我酸辣酸辣係幾多辣嘅？點解冇問我嘅？不過而家插住電先趁而家，我有帶尿袋，我驚冇電。我好熱，除衫先，等一陣。喂，我想講咧，我啲綠色衫咧洗埋，所以我著咗呢件橙橙地啡啡呢個衫。但我想講咧，啡色係唔會買嘅。啊，啡色係我唔應該著嘅，粉紅色同啡色係唔得。啊！呢件算係啡橙色的，睇下個面 ，OK， 俾大家睇睇啦，就咁我的面，就咁。見到看到了沒有？看到沒有？啊！呢個就係豬肝面，即豬肉。啊，係喎。唔好意思，成日都漏咗個麥，唔好意思。係。呢個就是我的面，係啦，豬肉面。是不是要看多次啊？不用了，我戇居居去買麵，買隻蝦子麵。即刻想起一首歌，因為他沒有問我多少辣的。哎呀，不然走韭菜，走芽菜。頭先咧，我心諗啊，個大富翁都幾易中獎，跟住之後就覺得哇咁易中佢點會贏到啊？但係後屘當我中完100蚊之後都夾唔到之後，覺得唔係喎，係開頭太運氣太強，跟住後屘都本住一個算啦，應該都好難中，因為咧要行一步咧就只有一個方法，就係中咗行一步嘅色仔，或者中咗中加中咧就係行一步咁樣。所以咧，諗住本住啊，都應該算啦，攞只 KB 翻去都 OK。但係竟然好似唔知啱啱唱完新錢咧，20蚊定30蚊就即刻中咗啦。咦？等先。
而家睇下先，我頭先袋已經散啲走。我陣間可以用啲散紙去俾錢，一十蚊、二十蚊、三十蚊、四十蚊、五十，有六十蚊剩，即係而家可以用陣間俾錢用啲五蚊，唔知佢會掉鳩我。喂，五蚊唔係錢咩？而家係啫，唔知用五蚊可唔可以換唔換鬧我咧？擺遠啲先。呢間嘢係咪開廿四小時？邊度有廁紙？做乜俾個六十蚊人哋四十六蚊啫？做乜要俾多十四蚊貼士？陣間沿路行翻屋企嘅時候，都有一間劇本仔店，陣間都可以去行行。係我冇洗手喎，洗乜驚？大廣石細菌怕咩？好唔好味？正常咯，正常咯。米線應該好難難食嘅。劇本仔會上癮，做咩都會上癮嘅。通常一中獎就即刻唔玩嘅。如果唔係個台主極力邀請我玩佢嗰台咧，我都唔玩。我攞完七百蚊走。但我見台主咁落力 sell 佢個台，唔玩又唔好意思。話曬佢都幫我收咗七百蚊啊嘛。嗰個頭先嗰台咧，如果佢係中4%俾你咧，我係唔會賣咯，我係直接擺屋企咯。手搞唔同米線，啊好難，有少少辣辣地嘅，唔係話好辣，但係我覺得 OK 嘅，好口渴啊，大哥。米線 OK 嘅，但係我啲米線好短啊，即係咧咪碎咗啲米線，好難夾到咁短。好短咯，好短，好難夾啊！
星期五咧，即係聽日啊，後日咧，我又再次挑戰食難，好緊張。我想講咧，食辣咧，初頭你食唔慣咧，屙屎咧，菊花係會痛，屙尿咧，龜頭都痛。但當我食慣咗咧，就唔痛咗，可能適應咗。買六合彩啊！聽日六合彩冇多寶獎咁啦，得八百萬。好唔好食咧？就唔可以話係好好食 ，OK 啊。正常米線的味道，我嫌佢啲米線太短。其實唔係喎，我寧願買啲食物，或者係玩咗佢，好過食咗佢。食咧，我係冇乜要求，最緊要飽就得噶啦，即係唔使話食好貴。五幾斤添？真係冇幾斤，唔得打幾斤。係喎，冇幾斤喎。問下先。唔該。有冇幾斤嘅呢度？好。而家俾啊，係嘛？哦。3元包紙巾，而家揾食艱難，要撕開一半，慳啲使。剩翻嗰15元銀可以用得著，唔知佢會鬧我咧。貴到冇紙巾，我教大家，紙巾咧有分嘅，有分四格定係三格。三格咧就係咁樣，一格。三格嗰邊一撕就你點樣撕都撕到，但係如果係倒翻轉，
有四格指針，一二三四。如果你咁樣撕，真係撕唔到，個紋理唔得就撕唔到，所以一定係打直撕，三格嗰邊撕落去就撕到。係咪大家長知識？唔叫菜啊，唔食菜。係啊，唔信我試多次俾大家睇啦，你見到咁樣啦。呢個係三格嗰邊啦，呢個係四格嗰邊啦。三角邊我咁樣撕入嚟，都係撕到幾正，係嘛？係啊，抹嘴啊。呢一招咧係以前咧點解我會識咧？係因為咧以前咪饑荒嘅，唔係以前係口罩荒嘅。咁口罩荒咧，再之前咧之後咧係紙巾荒，啲人搶紙巾。跟住我喺度上網鑽研啦，點樣可以將一張紙巾咧用得盡啲？咁樣上網又學咗呢個方法，原來。紙巾是有分紋理，只要你在三格那邊撕下去就可以撕到直線。大家不學到東西呢？撕心形就唔得，接心心就得。我而家呢個食緊呢個係呢個豬潤米線。好唔好食咧 ？OK， 一般。始終都係雲南風味唯一，同埋嗰個叫咩？咩嗰個叫咩？雲貴村風味唯一最好食。呢個叫新知識，有冇聽過？有冇聽過新知識？辣唔辣？其實唔係話好辣，係 feel 到有少少辣，但係我覺得係好熱嘅碗湯。話俾你聽。我覺得啲米線好咧，係俾淡仔帶壞曬。有乜理由食米線啊？食辣嘅唔提供紙巾先得㗎？要俾錢另外買，錢唔係問題。即係一間正常嘅餐廳都應該提供紙巾，即係譬如話茶餐廳啊，或者係一啲正常餐廳都有提供紙巾，係米線鋪唔提供紙巾。啊，但係嗰個叫咩？那個叫什麼雲咩？唔知叫咩名？總之係嗰咩風味唯一嗰個就有提供紙巾。即我覺得提供紙巾好貴咩？但係你明知食米線食辣嘅一定係有鼻水嘅，點解唔提供紙巾？
呢支咪我唔知咩牌子，我都係喺 Coach 買，好似$250。每日开大唔止一次。我覺得紙巾很重要，即是細心的嘛，即是你是不是是吧，即是 anyway 啦，我覺得是你用不用一件事遠方提都有紙巾提的嘛，你我覺得紙巾是一個實物，以前是必須的，流汗又好，流鼻水又好，應該要有的。你用不用一件事，但是是細心，即是要加分。其實我覺得家偉少婆有免費提供紙巾是 加分。大家點睇？三盤咩？三幾點啊？人都喺度搞，人都喺度搞事喎，人都。我要快啲食曬佢先，因為有三步可能。應該收三點嘅，應該唔會收咁早嘅。我應該要收幾點啊？
兩點半，哦，唔該唔該，收兩收兩點半。表演乜嘢啊？頭先就撕多次，跟住搞到上唔到鼻涕，要開多張新紙巾啦。本來可以慳翻張新紙巾啊！快啲食曬食飽，之後去邊好啊？行翻屋企。唔該唔該。謝謝差不多掹定個電先，好熱啊！真係好熱。唔係，我擤鼻涕咧就未用翻嗰個位置嘅，一擤紙巾好大嘅，擤完可以接埋去另一邊抹嘴啊嘛，一擤完連續咁樣向下抹就已經抹咗個嘴咯，係啊。啊！戴翻口罩先。好熱啊！好煩啊！楊導喺度搞事啊！駁咗你，管理員都要駁你啊！等等先，
我想問尷尬意十個蚊 ，OK， 好，唔該你。好，唔該曬，好，拜拜。OK 喎，佢又冇炸型喎，十個五蚊。佢一睇知我夾公仔啦，左手左擁右抱，左右都有夾公仔。咦，三抱喎，拉閘喎。好，咦，睇下銀包先，睇下有冇漏先。等下先，喺夾住。等等，我要睇下我個。好难拎啊！屌，先而家系咪去边度可以拍 TV 片？可以啊，系啊。我依家你等我开翻个补光灯先。有冇用啊？呢个补光灯，大家觉得？覺得有冇用啊？呢個保安架係咪光啲啊？等等先，哎呀，清咗少少啊！啊，呢個嘅架真係不得了，可以伸縮，可以坐地，可以有保安燈，仲有藍牙，可以，哇！我屌嚇死我！屌呀，老鼠啊，仆街！屌吓死人，真系吓死人！人生咁啊，依家行翻去屋企啦。咁啊，行翻屋企途中都有间夹公仔店嘅。咁啊，我哋可以再去行个圈啦，因为仲有十蚊啊嘛。啱啱用60蚊啦，要60蚊剩。啱啱食个饭咧，食个米线啊，49蚊。咁即係仲有10蚊剩，有兩個5蚊可以玩咯。好，係啊，可以玩兩次。跟住我哋行翻去啦，我谂而家几点啊？应该3点就完噶啦，吓3点前左右完。好，呢个警车啊，啱唔啱？哦，消防车。哇！嚟緊咧，應該星期嚟緊應該會星期嚟緊應該會星期五出片咯。如果冇黃標嘅話，啊！翻屋企都行得咁快，大家想睇住條街定睇住我個樣啊？我想問，呢個開啊？開咩啊？1蚊都唔玩，不如睇住前面啦，睇先。睇住條街啊，係嘛？
你哋讲紧咩？你系咪自己倾紧偈啊？你究竟你哋讲紧乜嘢啊？睇唔到啊！影前面街系咪好过影我自己？但系唔好咯，真系费事俾人知我住边度，我都影翻自己先。我而家左拥右抱啊！而家，哇！吓死，后面有个人吓鬼死我。讲紧我咩啊？唉，我觉得深水埗系比较多老鼠嘅啫。咩一百蚊啊？一百咩一百？我想问咩一百？咦，系咪行过咗咧？我记得呢度好似有一间夹公仔嘅，可能行过咗咯。真唔真啊？有冇眼花？我想问。唉，不过香港好多夹公仔都执晒啦，而家香港唔兴夹公仔嘅。唉，系喎喺前面喎，等阵先。呢间冇人店。无人店多数都不是含台，因为而家系冇人嘅，队长都不知点队长，又系呢啲咩刮刮卡嗰啲，又系呢啲招财猫。但系呢度最衰系即系冇人冇职员啦，你队长咧都不知点对，大家觉得玩唔玩好啊？玩玩好啊！所有波都要即时即入换，如果离开就唔计。所有奖不包括 QC 问题，系啊，唔好玩啊嘛！哦，算啦。不玩啊，純粹是告訴大家這裡其實都有個牆，但是這個牆是沒有職員的，都不知道怎麼對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現在是借他這張桌，叫做小小的桌，拎著我現在。左拥右抱，而家我见唔见到左拥右抱？揽住啲掌好难走路，有咩事走唔到？唔知。哇！点能攞咁大盒噶？咁 O 唔 OK 咁啊？好，咁即系唔夹啦，唔夹啦，悭翻十蚊啦。好，点啊？有冇观众？有冇咩讲啊？倾下偈啊？有冇咩问啊？有冇咩想讲啊？系啊，啊陪我行翻屋企啦。Dino Leo 想看看我夾了什麼公仔給他看看 OK。 這隻呢是水柱 GK， 還有這隻 QP， 都是那些 QP 都是那些五六十元貨咯，都是我有兩個家的嘛。
啊，點解唔翻大西北？翻大西北就要搭的士噶啦，搭的士就好貴噶啦。今日雖然贏咗少少錢，但係計埋消費開支都係我用200贏700，即係贏500啦，500攞翻200出嚟夾，咁即係贏300咯。你點解行咗出馬路嘅？行翻入嚟先。阿婆在咁望住我，好驚喎！阿婆望住我，哇！嚇死有隻貓喺度。定是你回原本的屋企度瞓？我有兩頭家噶嘛，我回去女朋友屋企咯。講出嚟咪冇乜說服力，講笑啫。我都想有戀啊，好識美遊啊。咩都嚇咗先啊嘛，咩都驚下先啦，咁咪安全咯。唉，好攰啊！我谂过多五分钟左右就应该要收线啦，吓，应该要赢啦。Alice， 你会唔会搞个抽奖啊？咁快想猴住我啲礼物，睇心情啦。不定时喺直播之中会同大家抽下奖嘅，啊，不定时。原来呢度有间吧喎，行得快一定有古怪。喂，我想讲咧，咦？呢度都有夾公仔，但系刪咗嘅喎。俾大家睇下，呢間係叫做 M Store， 係一間零食店，但係嗰度上面寫住夾公仔嘅。原來呢間都有夾公仔店，行去睇下先。但係嗰個閘係鎖咗嘅。我呢間唔係24小時啊，但係裏面就係燈。哦，呢個雜貨鋪嚟啫。喂，屌，跌撚咗落地，仆街，飛撚咗落地啊！屌。哇，其實要喺個直播唔講粗口都幾難嘅。怎麼樣啊？阿齋有沒有書包跟我說啊？呢個沒有的話，我的直播就到這裡了。吓、啊！完啦，完了吧，而无意外。啊！
Hello， 呢個飯室食茶。今日唔帶袋，今日諗住純粹係玩下100蚊、200蚊夾公仔，唔諗住夾到嘢嘅話，好完啦，3點完，而家未到3點咩？而家幾點啊？睇唔到個表，睇唔到個表，稍等先。都看不到表，仆街！超差唔多啦，而家都我行差唔多翻到去啦，所以我補佢兩幾，大家知道我住哪裡啊？所以直播都這裡啦，應該周遠啦，係啊。边有公园啊？呢度边有公园啊？呢度冇乜公园喎。等下先，我而家未啊，我而家只手好多嘢啊。我谂一谂，省一省，看一看哪里有公园坐啊？唉。等下先，好啊，咁样拎 OK 咁样，唉，边度有厕纸？你个名十分好听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想看多啲我的直播的话咧，就多多支持，系啦，多多支持啦。真系完啦，就嚟完啦，系啊，多谢今晚 Super Chat 嘅朋友啦，多谢你哋啦。有怜悯才有今天的电脑，系啊，所以十分多谢怜悯。唉，好攰啊，系啊。差唔多啦，而家行到去，就行到去荔枝角。圓洲商場出面有得坐，我知啊，但系唔坐啦，差唔多噶啦。啊，肥版古天樂咩？肥版古天樂，又話3點你呃我哋噶嘛？好啊，超 ，OK， 唔知點解我中意行馬路多啲。而家行咗係馬路，再行翻上去，行行下又行咗出馬路，一行人路太黑啦。依家街邊好似冇乜巡警，好少咯，好少噶，我真係未見過，因為我少出街。我都唔會聽到3點，啊冇事，好的。唉，而家天氣幾舒服。涼涼地，唔係太熱。你現在打俾我，唔好打俾我啦，冇手聽電話。睇我，我隻手已經揸住兩個 figure 啦，跟住我而家呢隻手咧揸住個 cam 啊，揸住個手機啦，直播緊啦，係打俾我都聽唔到噶。啊！天台怕老鼠，識喐嘅嘢都驚噶啦，係啊！
我唔聽電話，驚聽唔到，邊有手聽電話？唔好玩我啊！點聽電話就教我啊！係啊，兩隻手盯住啲嘢點聽電話咧？聽唔到噶啦，唔好打俾我啊！真係聽唔到，真係聽唔到，你唔好打俾我，因為我都接唔到你電話。行出馬路雪絲你人品都唔錯，點解你又知佢人品唔錯？好攰啊！今朝我七點起身啦，跟住一直到依家冇瞓過，好攰啊！所以坐 M 記好嘛？坐 M 記就有得坐。但係呢間 M 記好多乞衣咯，即係唔係乞衣，即係露宿者咯，可以話係。咩明星相啊？好多種啊！咩意思？讚我有明星相，我自己都笑咗。咦？上面有24 hour。有做專嘅上面，坐下傾下偈，我要揾地方坐下喎。啊，睇下嗰度有冇得坐。我真係呢度過馬路。頭先我食面嘅時候唔同我傾偈，又掛住自己傾偈，唉。以前副眼鏡好睇好多，以前嗰副眼鏡係邊副啊 ？M 記 ，M 記好似不太好喎。唉，唔係上面有嘅，我知道有一個地方有個公園仔。似百兩金不知幾好啊！起碼係有特色啊，係咪先？系嘛？抗 Q 贴为肌肤注入好弹力，22,200。喂，大家唔入，我睇唔到留言咯。你哋唔留言，我真系睇唔到你哋讲咩。而家几点？可唔可以报个时俾我睇？可以参加口罩先生，人道同 Dino 都可以参加。你咁样系串紧人道啊！46，仲有15分鐘。呢度系咪公園嚟噶？哇，好驚，好黑喎！呢度但系，等下先。呢度系咪有啲黑咧？真系唔好坐呢度。觀眾員，什麼員？我好似上面真系冇嘢，诶，系有得坐一坐，唔坎兜啦。我见到一个阿伯定阿婶坐喺度，哦，唔系喎，年青人嚟咯。几时再唱歌？真系唔知，问下杨导啊。主要都系杨导 show off 啫。定系坐呢度咧？定坐呢度咧？大家点睇？坐邊度好？坐呢度嘛？呢度應該乾淨啊，嗬，都乾淨啊，應該係嘛？坐呢度先，我企都唔坐，咁樣擺喺度先。
GK， 你生日嘅时候唱歌，你生日未讲声生日快乐，做咩唱歌俾你听？黐线，搞笑，唉，好，好，欢迎大家跟今天收睇我的节目啊！好啊，咁啊，大家有咩问啊？唔会坐公园，怕老鼠虫有曱甴。系啊，我之前知道有啲，之前咧我喺住唐楼啦，以前住深水埗，跟住之后咧经过近南昌站嗰条路，已经有个公园仔，见到夜晚系真系好多老鼠喺个嗰啲花草草丛嗰度跑出嚟嘅，系嘛 ？Kana Kina 系咪调到？系啊，今日仲行街，头先夹公仔有战利品俾大家睇下，就喺呢度。唔使錢夾到翻嚟，首先係用200蚊投資中咗一隻700蚊嘅 figure， 就去賣咗佢，即刻用500蚊裡面其中200蚊，即係用200蚊就換咗兩隻嘢翻嚟啊！咁呢隻嘢都應該200-300蚊嘅，咁一定賺咗啦，賺咗隻 QP 翻嚟。好，今日運氣超強，其實我覺得唔係我運氣強咯。我覺得是他們運氣差，應該是這樣，所以我不覺得是自己運氣好的，只不過是他們運氣比我差，所以我就中了，是啊，頂不順了 RBC， 我嚇死我，有人聲，屌你老味，我沒聽到有人聲，嚇死我，當然是有人聲，這條街來的嘛，好，是啊，今天早唞了 RBC， 早唞了，早唞了，聽日繼續睇重温啦，其實最後15分鐘嘅啫，啊，好嘛？多謝 RBC Super Chat 我，係啊，同埋多謝林李忠，仲有林盾，仲有邊個咧？仲有 Christy 係咪啊？好似係，如果冇記錯，多謝連敏，係啊，好，係啊。呢度邊度嚟？呢度係蘇屋村同李晴屋村中間，係啊，所以大家係不知道和住哪裏啊。好，咁但係大家唔好估啊。但係我哋係咯，大家有冇咩講啊？道邊有刺子係嘛？道邊有刺子？你係咪新觀眾嚟嘅？之前好少睇你，即係好少見你留言喎。係啊，盡快成為會員有所時候喎，快啲啦！快啲成為會員就有鎖匙扣送啦！快啲做啦，做會員啦，25蚊咋？點炒啲咩？係嘛？我今日運氣真係唔差，係啊，但係台主運氣比我弱。不過今日好出奇地呢間夾公仔冇職員走過嚟叫我唔好拍咯。以前係有職員走過嚟，即係叫我唔好拍片嘅。啊，唔係以前咧，上次啊，上次都係，上次對上一次我都係喺條街度。睇地攤夾公仔食嘢都係咁樣，但係上次就有個肥肥，即係唔係肥肥，有個女職員走上嚟就話唔好拍片咯。但係我都係當聽唔到，因為我真係好忙，因為真係聽唔到，所以就繼續喺度夾啊玩啊。但係佢又冇講我走，奇怪。咁啊，下次啦，下次可能睇下楊導同埋有冇咩女嘉賓又好乜都好，或者同楊導自己單挑都得嘅，就嚟呢度。再夾個公仔咯，係啊，直播咯，拍片就應該少啲啦，拍片就啊，拍片始終我覺得拍片夾公仔係可以嘅，但係我自己覺得想嘥啲，即係點講咧，想投入多啲零碳或者係食嘢多啲，因為夾公仔始終你拍一條又要使錢，之後後製又要俾錢。但是好似冇乜營養，就係純粹玩下玩啦咁樣。即係我想，其實我好多片都冇營養，但係我想係發展下其他嘢先嚇嚇咁樣同埋嚟緊個 channel 都係咯，都係照舊 keep 住照舊 keep 住逢星期一三直播，星期五出片啦，暫時都係咁樣。有陣時候除非真係攰啊，或者真係唔得閒啊，咁就會褪一褪日子咁樣咯。啊，盡量星期一都一定有少交你嘅。啊，至於星期三咧，就有機會係煮嘢食啦，同人到即係今晚煮交你啦，又或者係今晚去交揈啦，好似今日咁啦。
啊，周圍去行下啦，唔一定係深水埗嘅，可能係其他地方，可能遲啲大西北，如果熟咗路嘅話，都可以去周圍遊覽嘅，即係食嘢啊，或者同大家傾偈咁樣。跟住同埋有個叫今晚試新嘢，就係、是、開箱嘅。跟住冇啦，係啦。咁同埋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好想玩嘅，就係、是今晚玩交嚟，係啊，就係、是、我想玩遊戲啊。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想唔想啦。嗱，我自己咧，我自己係想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勾一牌。勾一牌咧係一副好似 pair 牌嘅嘢啦，但係裡面有唔同嘅題目啦，有唔同嘅故事啦。之後咧就係、是、幾個人一齊抽卡，唔係一個人抽卡之後，好似一個人估嘅，譬如兩三個或者四個咧，就喺度講故仔，係啦。咁咧講關於嗰張卡嘅故仔嘅。咁但係只有一個講真話，其餘講假話，咁就要嗰個玩家估翻。邊個講？邊個喺度鳩噏？邊個係真話咁樣咯？咁我好想玩呢個遊戲咯，但係即係我想直播玩咯，可能請啲嘉賓又好，同觀眾一齊玩又好，或者係人到同我兩個喺度玩就好咁啊！即係我想玩咯，即係我自己個人喜好係我自己中意好睇，好中意睇綜藝嘅，即係我自己中意睇綜藝片，所以我我中意玩咯，同埋係即係如果熟我嘅人知道我好中意漏玩嘅。即係玩咩都得，係啊！即係積分遊戲啊，博卡啊，廿一點啊，三公啊嗰啲，我都中意玩咯，係啊！所以就我想，即係我想係可以於工作娛樂係最好、最美好嘅一件事，所以我自己係會想咁樣有一個直播，將來可能唔係每個星期都有嘅，可能每個月有啦，又每個月有一個直播啦。係啊，每個月有，咁就係唱歌、煮嘢食，跟住玩遊戲，同埋開箱咁樣，嚇，同埋去交費咁樣，嚇，即係唔一定係玩鳩一爬嘅，可能玩其他 game 都得嘅，即係可以玩同阿人道兩個玩酒 game 咁樣都可以嘅，嚇，咁但係可以玩酒 game 就講一個故事，跟住就俾大家估下堅定流咁樣啦。即係類似呢啲啦，但係唔知道大家中意聽，中意玩啊？咁但係我自己會中意喎，我會投入咯，係啊。狼人殺好睇啊！狼人殺就要好多人先玩到啦，係啊。即係我自己個理想係咁咯，我自己係啊。咁啊，而家幾點啊？差唔多啦，三點啦，係啊，三點啦。咁咧係啦，咁啊，條片差唔多呢度，中意我條片嘅你訂一訂我 channel， 同埋咧大家記得做會員25蚊一個月就可以有呢個鎖匙扣。咁同埋有無限嘅優惠，係冇優惠，純粹係支持，同埋會睇得翻我以前隱藏咗嘅片嘅，係即係我以前啱啱拍 YouTube 嘅時候拍咗好多類型嘅片啦，係咁嗰啲片全部都係會員先睇得翻咁樣咯，係咁大家如果想支持 Dino 嘅，可以做會員啦，只係25蚊一個月啫，最平嗰個餐係啦，咁係啦，當然有貴啲啦，有再貴啲都仲有嘅，咁但係只要你係會員，我就。即係係咪會員都冇問題嘅，但係如果可以係成為會員嘅話，就多謝你支持啦。好，咁啊完啦，咁啊嚟緊星期五就會出片，係啦 ，keep 住135都會有片出，有直播咁樣啦。好，咁啊完啦，講揭尾股啊 ，OK 喎，可以同觀眾一齊玩喎，揭尾股都得嘅，但係揭尾股一定係恐怖喎，可以嘅，上網揾多啲啦，係啊，我中意玩嗰個咯，我唔中意出題嗰個咯，其實係啊。高光時刻直播咁多人，其實少咗人啊，470多人咋？頭先好似有500多人噶，係啊！再見啦，各位 MB 唔係 MoB， 再見了，雪絲再見了，婷阿婷再見了，喂楊導再見了，係啊 ，Sam 峰係咪叫 Sam 峰啊 ？Sam 峰 Sam 夫係啊，揾集玩 poker 吹水都可以 ，poker 吹水要幾個人嘅，同埋要鏡頭要好多嘅，一個主 cam 咧唔得嘅。因為我哋自己玩，我哋唔知道大家咩牌咁樣。其實有幾個 cam 先可以玩做到 poker， 同埋如果要剪 poker 片，即係得咗 poker 片係好煩啊。係啊，幾部 cam 咧後制做死嘅，即係我自己做死剪死人。好啦，完啦，好啊，再見各位，多謝今日大家 super chat 啊，多謝係啦。咁如果中意睇呢個系列啊，動畫仲有，我係想開一個嗰啲投稿箱叫做咁啊，係叫投稿箱叫做。即係可能講一個主題，跟住大家如果有啲咩經歷嘅可以投稿咁樣，跟住我就分享翻出嚟啊，同埋可以打上嚟分享啊，都可以。
即係我想搞樣咁嘅嘢咯，喺直播上面，係啊，跟住就係咁咯。但係純粹得個概念咯，啊，咁所以就再算啦，啊，好啊，咁啊，再見啦各位，咁遲啲再同大家直播見啦，星期一直播見，星期五就出片見，係啊，星期五有首播嘅，大家首播記得多支持，係啦，同埋嚟緊有新片米線片未睇嘅，盡快睇翻啦，好啦，唔該曬各位，再見了，拜拜，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